生命会走过，故事会留下。让我们以最柔软的心灵一起来探索生命永恒的真理。欢迎收看《生命相对论》，我是杨玉馨。那么我们记得啊，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经提出呼吁啊，要我们关怀全球化，但是不要让任何一个人陷落于边缘的情境。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简单哦，不过呢，仔细的想一想，我们会发现这个是一个范围多么广大、任务多么艰巨而且复杂的爱的工程哦。那么谁还在其中坚持理想、勇敢的奋斗呢？我们来认识今天的两位来宾。几年前的吴益华事件，让许多台湾民众在媒体上多次听闻了博爱基金会的名字。更对在这个事件里持续为台湾与巴西搭起桥梁的欧静仁有了深刻的印象。从上的欧静仁曾是驻巴西的侨务特派员，后来成为博爱基金会的执行长。他的世界观结合了博爱基金会传爱无界限的理念，同时也发挥了管理与行销的专业，让基金会的善行有了更不同的发展空间。爱要怎么给，善要怎么做，在欧执行长身上，我们不只看到了爱的理念，同时也看到了成功的爱的实践。对台湾人来说，刚果也许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但是来自刚果的高福南神父却和台湾亲近的毫无距离。高神父，大家喜欢喊他巧克力神父或是黑神父，对这个可爱的称号，高神父欣然接受。他和台湾一起经历了风雨悲心，921大地震之后，也成了灾民的高神父，不但协助救灾，也一起重建了五峰天主堂。高神父的幽默与口才吸引了众多教友，甚至还举办了尾牙这么台湾味的活动。他的创意，他的亲和，让人完全看不见国籍与宗教的界限。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欧执行长。欧执行长您好。你好，平安。是平安，非常高兴您在百忙之中拨冗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相信可以带给我们的朋友更开阔的视野和胸怀，期待您的分享。那么 另一位呢，巧克力神父，我们来欢迎高神父。您好。你好，大家平安。先请教一下我们的神父，你为什么会当神父呢？我选择当神父是因为我认为我只能这样子以我的信仰来帮助我能够帮助的人。是。然后我当一个神父，我的使命是我要先成圣自己，然后来做一个服从的工作。我来台湾已经20年了哈。是。就在1990、1989的那段时间。我到这里来是非常陌生，刚来的时候你说台语国语都不懂，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语言学好，是，然后再去理解，一步一步去理解我们这边的文化。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会问说你喜欢吃什么，那个时候是学台语你爱吃什么，吃黑鸭还是吃鱼鸭啊，然后那何亚何亚不会讲就会说假 A 啊，就吃鞋子哦，对，鞋子。那老师就很惊讶，那是这种东西是蛮有趣的，一直到现在呢，在磨练当中，这比较有趣啊。那我要转过来请教一下欧执行长啊，您在南美生活好多年哈，那跟台湾之间也讲到这个文化的差异啊，也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就是什么样关键的原因让你决定去到了南美，然后又决定回到台湾？我在台东长大，出国以后就越跑越远，然后又跑回来，是，又回到国内。我到了美国。很多人会问我说哎，为什么到南美洲去，主要是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娶了一个德国小姐，那她是从阿根廷过来的，所以我有两个小孩子是混血儿，是，所以这种是一个很
很美妙的一个过程。对一个人来讲的话，真的是你的历程就会一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觉得是充实了。是是，我们两个认识也是在我回国以后，就是9年前回来以后，就到台东圣母医院找 ICU 你。是。那我在美国 Louisiana 的时候，我是在美国海军医院做事嘛，啊，所以跟他们家族的人都很认识。是。结果我后来结婚以后到南美洲去了。我去那边吃香喝辣，一过去就是20-30年20几年，是是是。但是 ICU 你就从那个时候，也就是我离开美国的时候，他也离开美国。嗯哼哼哼。他到哪里去？他到台东。啊哈哈。这么巧。就到圣母医院去工作。所以过了这么多年，我回到台东去找他，碰到他的时候吓了一跳。已经老了，因为她是变成白发苍苍的修女。嗯哼，让我很难过。我说哇，人家能够把我们在台湾的这种服务能够做得这么尽心。是是。那我是跑到哪里去？我去南美吃香喝辣去了。所以心里很难过，我就说哎呀，我怎么办呢？那我就进入博爱基金会，然后我还是在大学教书了，因为我现在在教 MBA 的这方面的工作。他在林东，是啊，林东大学，是是是。那碰到高神父，也就是到这边来的时候，我从台东要到台中去开会。嗯哼哼。因为我对台湾的这种好像公路啦或者是什么我还是不大清楚了。是是。那我就讲说少一个神父来接我到大水南机场接我，结果他认为我是骗子。那就高神父你看看，那时候交给他了。对，这真的是哎呀很奇怪的，因为我只是接电话。是是。他跟我说我是欧先生要去找你，我是博爱基金会。我想一想，博爱基金会我哪有认识一个欧先生呢？你想说哎，这种人会不会是坏人呢？那我不要了。他说没关系，你就到机场来接我，因为听说你们想要帮忙小朋友。然后呢我说好啊，那你来。也在当天呢他有拍照就回去了。过了几天就说又要来找我。就是把这个那个他想要做的事情跟我讲清楚。我相信他也发现说他讲什么我还是不太懂。因为那个时候我只能讲什么样台语。我只能讲台语。然后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就交了这个朋友，就一直到今天啊，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吵架，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吵架。要加入一点的就是说那个过了几天以后去看了花东新村。对。因为那个地震以后，这些从花莲跟台东来的这些阿美族的朋友们，他们在花东新村他们建立自己的村落。对。对对，那个简直是像一个落后的，不晓得战区一样了。因为9.2地震之后呢，这些朋友就找一个可以自己安置的地方。是。那这个地方哈是水利署的一块地，然后自己盖了，加盖一些用那个铁皮，或是那个一些木头这样子去盖啊，有没有？盖之后呢，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针对他们的小朋友，因为离教堂近，就是可以说。让家长把小孩子送到教堂，那我们可以帮他们照顾这些小孩子一整天。客服班，客服班说的。那慢慢慢慢就，果然是这样啊，一直到在我们的执行长的协助之下，是这个梦想就实现了。这个就是我们博爱基金会设立的第一个关怀站，对，也就在花东新村这边。然后因为雾峰天主堂已经有一点在921以后还是没有重建了。是是。那我们两个就开始说怎么重建。好，这是一个好问题哦，要怎么重建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先赶紧来看一段 VCR， 我们来认识一下雾峰关怀站。
在台中地区服务，巧克力神父特别关注原住民孩子的情况。有些社经方面较为弱势的家庭，存在着隔代教养、午餐、医疗等等的问题。他与博爱基金会合作开办了儿童教育关怀站的计划，一起照顾原住民小朋友。在他们的推动下，教堂成为一扇打开的大门，迎接想要来这里的孩子们。放学后，孩子涌进了教堂的教室里，在神父修女以及义工老师的带领下，获得课业上、心灵上，甚至也包括身体温饱上的照顾。我们看见巧克力神父与博爱基金会携手，让每个人都是中心，不要被社会边缘化，也让爱落地生根。好，那我们刚看到了这个雾峰关怀站哦，那个我们的巧克力神父啊，在里面看起来是玩得非常的开心啊，所以呢，请巧克力神父来为我们说明一下雾峰关怀站，你们在这里从创立啊，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有哪一些你觉得是非常感人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好，谢谢。我们刚开始这个关怀站啊，自己还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九二地震开始的时候过了，就我们都乱掉了。那博爱基金会他是提说应该要有一个空间，让这些小朋友能够比如说啦，一天就在教堂，因为小朋友有一些是小班啊、中班啊，他们就是没有再去学校了，也没有学校念。那我想说博爱基金会说，哎，你教会教堂这边就有一个空间啦，为什么不能提供给他们使用，先让小朋友有地方休息，有地方吃一些东西，一整天由你们教会这边来照顾。那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先把这些小孩子带到教会里面。那靠朝阳大学跟亚洲大学的学生先来照顾他们。那有博爱基金会这边来协助，就是这些大学生的费用由博爱基金会完全负责。然后呢？因为这些学生来，他们来说，那我要干嘛？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哎，神父，我没有做过这个，怎么办？就是说，哎，你可以教数学，你可以教小朋友唱歌，你可以陪伴他们来讲一些故事，因为我们都没有经验。然后就想说，哎，是不是可能哈、先跟主教谈啊，有没有可能提供真的完全提供一个空间，是，便是专门小朋友使用的。那我们执行长就觉得说，哎，高神父，我看了你们还是因为你们空地这么宽，是，就把你们后面那边盖一个小教堂，教友可以使用，你们原来的这个建筑可以提供给小朋友使用，是不是更好？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要盖教堂啊，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执行长跟我讲说，神父不用担心，只要做好事，钱自然就来了。我知道台湾目前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就是说已经开始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很多企业愿意回馈社会，这个社会才会更好嘛。那我就跟神父讲说，神父啊，你只要做就好了，钱的事情我来。哇，这是，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话，每年一个关怀站大概要50万，就是50个小孩，一个小孩子一年1万块来设计了啊。然后他们要一部车子，是，他们要有一个小图书馆，他们要有一个小宠物，这几个板块我把它给整个设计出来。神父做的越好，我这边募的款就越多。我这边募的款越多，神父就越做得更好。你看看第一个关怀现在已经有5个上大学，那个时候国中生已经上大学，现在已经大学。可是说到钱这个东西啊，我那个时候是最紧张的。钱要从哪里来？有这么简单吗？然后盖一个教堂，一定会有人觉得说那个神父不是在做梦吗？有时候我也觉得说，哎，心如阿达，一定是会有人这样想。那我为了这个去找主教几次，他自己知道。我回来想一想，我觉得说啊，礼拜天我出来跟人共读啊。那各位教育，我那个时候还叫讲台语哈，
我有去找主教哦，是讲后礼拜啊，吼，可能会派人来遮啦，要来传播讲咱母王吼要去一间新圣堂。嗯哼，大家看我，人说傻眼呢。啊，弥撒后人家问说：“哎，神父，你都想是咧讲啥？要去一间圣堂啊？你先卖这个时阵讲这种话，因为地动啊，大家拢无钱啊啦，卖安尼讲。那个时候真的我会很挣扎，你知道。”可是他还是说不要紧啊，那都去啊，那我要紧啊，你就继续讲。我说我已经讲了，人家不要这个东西。他说你继续讲。不过我从神父这里听到是一种内在的一种他真的天人交战的感觉。不过从欧执行长这边听起来，你是信心满满的。我那时候每个礼拜五都会在上课，上完课我们两个就一起吃饭。是，我说我要知道这个礼拜你募到多少钱了。我们两个互相互相互相切磋了，所以说好像说有一个小孩子捐了一块钱，是，对，那这一块钱，然后我说神父你一定要把一块钱给我，然后我们要开收据呢，对，那个开完收据以后，你知道那个一块钱会变成十五万，为什么？因为那个一块钱的小孩子收到收据，给他妈妈讲说妈妈你看看我有这个收据，妈妈觉得很震撼，真的真的，他跟神父讲说。人家是这样教我的小孩子呢，他第二次就捐一大笔钱，对，进来，哇，所以你看呐、啊，这哈阿哥也晒呢，嗯哼，你无讲的就先我提下你卖巴啦，你卖巴啦，为什么你要募款哟？募款，因为他一直问我说。啊你现在这个礼拜募多少钱啊？我想想，我根本去都无款啦，我嘛唔知啊，所以决定讲。没白啦，我伫算等个门口，一百五十块，来来来来来来，精准在车你赶快，因为算等伫在车边啊嘛。是，大家就看这样子，觉得哎呦，那家可怜啊。就有人进来啊，跟我讲说，你们不是有圣母像吗？我说有啊，就把圣母放在门口，人家经过看你在募款的时候，才会有很多钱进来啊。我讲啊，你比赛嘛，我也可以有供哎，就是这样子。Yeah, 哇，这真的是刚刚从那一块钱就真的听到了天主的工作，对，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故事，有一种很奥秘的力量。执行长能够整合各方的资源，整合需求跟提供之间的关系啊。对。然后，但更重要是，那背后的信心从哪里来啊？好，神父都去卖拔蜡了哈。对。那这个欧执行长，您的信心你就觉得没有问题，以及你如何跟企业邀请他们一起来做这些事情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稍后继续来聊这个问题。回到生命相对论，在上一段我们提到要做这么多好的服务，但是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我要继续来追问这个问题，就是请欧执行长特别谈一谈你的这个蜂巢理论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怎么样跟这些企业跟他们分享，邀请他们能够善尽他们的社会责任，最重要关键是什么？蜂巢理论其实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就是像说你要做一件事情，然后像蜜蜂一样，蜜蜂里边有一个小巢，里边有小朋友，啊，它要长大的时候就必须给他们蜂蜜吃，然后你有一个，你就会开始长大，有两个、三个，那个蜂巢它会慢慢长大嘛。是是。那我们在讲这个策略的时候，就是让企业界知道是什么，我们的募款是专案募款。是专款专用，就像说我们这个第一个关怀站，是我就会跟他们去解释说第一个关怀站是什么，第一个关怀站谁在主持，第一个关怀站有多少小朋友，第一个关怀站他们需求是什么，我不要浪费资源，对，所以很多企业他们就会自己去看，我们现在有155个案子在做，但是里边有是35个关怀站，是是是，那35关怀站都是一个一个案子里边的，我们叫爱德专案。那在这里边有35个的话，有5个是在国外。是，不是不光是台湾而已。对，但是国外的话，那是大部分是由台商，是是是，他们贡献给当地的社会。所以这个 CSR 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呢，其实讲起来说，哎，你去
把这个钱，你们把这个钱去交税，还不如来做好事情。是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所以你们在邀请上，你觉得这邀请这些企业啊，遇到最大的困难啊，或者是最让你喜悦的经验是什么？几乎有很多奇迹发现。嗯哼，就好像说有一次一个修女到我们这个基金会来说，修女说，我只想我需要另外一部车子。嗯哼，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 Christmas 的前面的两天。是，结果她要回去的，那是一个阿根廷的修女。我说修女，我们一同来祈祷，因为我不晓得天主要不要给你，但是我有这个信心。结果我们祈祷完以后呢，他回去了。第二天就有一位先生到我的办公室来说，他是从美国回来，然后怎么，他跟我讲了很多。是。他问我说：“你需要什么现在？”因为年关到了嘛。是是。我说昨天一个修女来跟我要一部车子，他就说车子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我说不简单的，因为要60万呢。他说你们用什么车子？我说我用的是 Toyota 的那个，就是以前叫瑞斯车了啊。他就跟我讲说，我就是 Toyota 的总代理啊。哇！所以第三天是他在打电话给我说，有了，你就跟修女讲，我们要给他一部车子啊。就是这样子，三天里面是我碰到这个事情很多啦。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我认为可以分享这些很奥秘的经验啊，很美的祝福的经验。那这个在艾修尼有跟我讲过了。我去台东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很回来，还是半信半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一定要相信，因为你在做好事的时候，天主会把它丢下来给你，什么东西都给你。”对，我现在渐渐领会到了，就是为什么欧执行长会这么有信心啊。好，那我就要转过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神父啊。那神父来谈一谈，你在雾峰关怀站的服务哦，在那里面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问题？然后你怎么办呢？第一个困难是小朋友要先接受我。这个有困难吗？你这么可爱。对，要先接受我啊。他们就你一个外国人，你凭什么来服务我？然后就是要先彼此认识，然后当我发现可以接受的话，我刚才提到了，真的要靠大学生。我也感谢之前在朝阳跟亚洲大学愿意来帮这些小朋友的忙。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小朋友他不愿意写字，他不愿意读书，那你要强迫他又不行，你用什么方法去让他喜欢这个东西，只靠那些大学生。另外一块就是家长，是啊，你要去跟家长说，我会把小孩子带到教会里面了，让他们有课有辅导什么的。会接受，可是安全问题。有时候博爱基金会他会告诉我们说，有哪一个地方有一个活动，可能是帮小朋友募款啊，你们带小朋友来参加。我们这边你看哦。从台中要到台北来参加一个活动，家长都会考虑啊。我们就私底下会跟博爱基金会跟执行长说，家长有意见啊，怎么办？他就会跟我说，你就去跟他们谈。甚至我还记得印象深刻，我去找那个以前的这个王主教，台中教区的王主教，我说，主教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不用做了？他说。要有忍耐，我说要有忍耐，好啊。过了一个礼拜，然后发现还是有困难，又跑去找他。王主教，你觉得怎样？他说还是要有忍耐。第三次我说，如果他再讲有忍耐的话，我一定要翻脸。那我去主教，你觉得怎样？他说，啊，你不是神父吗？神父要有忍耐哦。那我回来我就还是要听主教的话了。那加上欧先生讲的，我的信心啊，我自己的自信就开始慢慢上来。对，这个是很多不同领域的人都有共同一份爱的，对这些孩子们的爱啊。那神父再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小朋友改变的故事，让你很感动的。我这里有一个小朋友，他很喜欢游泳，可是我们雾峰也没有溪。然后我说，哎，我有看到一个地方啊，我带你们去那边游泳。然后我就带他们去。那他们在那边游的时候啊，
就跟我真的有接触。目前他也是已经高中毕业了，可是没有念到大学，因为家庭有困难。家庭有困难，目前他是先打工。有念到大学就是听话的，有自信的，特别是女生哦。我知道说有另外一个在那个南开，就是在草屯，他念到那个程度我真的很感恩。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 case， 他国中的时候就暑假，有没有暑假这样子就有私立的问题啊，他考完试哦，成绩很好啊，可是暑假的时候便突然看不到字，那我们就带他去有做那个手续，回来我们去看他，哎 ，OK 啊，家长我也跟你说谢谢神父，小孩子也说谢谢神父，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这么小有糖尿病。都没想到糖尿病引起的，对，没想到，我这个都没想到，也不知道。然后呢，他是一天这样子跟朋友玩玩到中午啊，下午打算要来教会，然后呢，他们打电话，神父赶快赶快过来，过去的时候，人家已经躺着在床上走了。这个是我自己对这个关怀站最失败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么年轻啊，才国二，有没有就这样子走了？还有另外一个更小的，那个时候才中班呢，可以这样讲，他只是发烧，可是家长因为不在家，去上班呢，回来，我也不知道，等到送到仁爱医院的时候，就来不及救他，类似这种 case， 我本人呢是出生在比较弱的地方，很简陋的地方，我看到类似这种 case 在台湾这么繁荣的地方发生的时候，我也很心疼。这也是我们三十几个关怀站在台湾的最弱势的地方啊，最偏远的山区里面，因为三十几个关怀站其实也就是变成我们的一个触角。所以因为神父跟修女的工作呢，他们除了这个关怀站以外，他们还会到外面看看他们的这个家庭其他的弱势的地方。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那个爱德专案就慢慢一直越来越扩大。对，就是因为关怀站是一个 base， 是，而且最重要，这是一个真正的爱的行动，爱的工作，而且照顾的是那个最弱小、最边缘、最外围，一般人真的不容易看到。就像神父刚提到，因为发烧能够死亡，这个在现在的社会很难以想象哦，但是就有那样的环境现在还存在着。而这个环境到现在还是存在。我那一天最近有去拜访啊，他看到一个妈妈在那边哭，他有讲一句话，我们这里已经快十年了都没有被安置，已经到十年了，对，对，经遭过了，那为什么我们都到现在没有被安置？这个有让我们想一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我想要交给执行长了，执行长要带回去好好思考了。就是要盖房子，要给他们，因为他们现在用的这块地也不是他们的。如果说能够提供给他们，我们在只要确定说这块地要给他们使用，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看你要不要去募款了。他们看来一个至少组合屋很多了。对，好，我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的巧克力神父要不要去募款是他讲出来的，他已经对募款有信心了。我再卖芭乐就有了。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马上继续来讨论他们还有哪一些感动的故事、精彩的服务，马上回来。回到生命相对论，在这一段一开始，我们邀请观众朋友，我们一起前往彰化的达鲁漾关怀站。有一群人为台湾带来新的活力、新的文化色彩，那就是远从各地来到台湾的新移民。在这块土地上，我们一起生活，一起耕耘，但语言风俗的差异使这群新移民的朋友需要多一些协助以融入台湾的生活。博爱基金会就在彰化展开了这样的计划，由那里守神父负责的达鲁漾关怀站
给予外籍配偶在各方面的支持，电脑课、语文课，甚至安排旅游等等。不仅如此，那神父同时也关注到新移民的第二代，让孩子们持续地获得关怀与补助。在他们的愿景中，这是一个管道，透过爱通往未来，通往希望的管道，让台湾更关注到新移民以及第二代的孩子们，对这块土地将是更丰富更大的力量。好，那我们看到了这大陆样的关怀站，特别请欧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这关怀站它最核心服务的目标是什么？其实这关怀站的建立也就是在雾峰天主堂重建的那一天。对，那时候是有一位从菲律宾来的神父Napieri，Father Napieri，他告诉我说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因为现在在台湾的这些外籍新娘的小孩子已经超过100万，是台湾的23%。他们所受到的一个影响就是说，他们在台湾的一个跨文化的这个里边有很多的困难点。举个例好了，小孩子回到家里，因为他们的爸爸几乎都是种田的，问说爸爸这个国语怎么念了什么，啊，爸爸就会说我满不在，我根本不会那个，然后这个是新数学，啊，我做禅的怎么会有新数学这个，啊，问你妈妈去，是妈妈只会讲一些简单的杨金兵英文，是是是是是，那所有的这种观念跨过这个社会的困难点太多了。那这些小孩子，100万的小孩子你怎么办？他就跟我讲着这些完以后，我这5分钟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神父，我们一定会帮助你。所以第13个关怀站就当天成立了。我们给他第一个资源是13部电脑，他们的电脑可以马上用 Skype 跟他们家乡的父老能够交流，小孩子马上能够学很多。不到半年，我们已经募到所有的款项，还给他们一部车子。那这个款项从哪里来？就是今天的双溪、士林、大东、是福伦社啊，福伦社，是是是。那他们到今天，你看关怀站已经快5年了，是是，每年他们的捐献都一直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又能够福伦社的人又跟巴西的这些小孩子又接上了，就是变成一个交流。是是，这个国际从国内一直飘到国外再回来，那你看这个动力多大。这些来自菲律宾啊，我是你我是这个越南啊，他们这些小姐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我们就是可以鼓励他们啦，可是就会有人来跟你讲，哎，你这个信徒卖安内啦，因内吼，啊，神给他家济，啊，拜会不会搞政治啊？因内跟他是不会以后就是参加我们这边的选举。我说他们是中华民国的人啊，以后他们念到大学、念到博士，还是为了这个国家服务。我相信说，刚才执行长有讲，有一个点，他们是把我们这些来自越南啊，或是印尼啊、菲律宾的他们的小孩子，虽然写字会有困难，有没有？啊，我们教会都是有空间的，让他们有老师来带他们。像我们这边会在礼拜六，那边人那边也是这样子。刚刚我也听到了，要有很多的创意啊，来解决。帮助这些孩子啊，所以是不是也请执行长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每一个关怀站他们独特的服务的项目，像我听说有老人跟小孩，你们把它加在一起，让他们成为一个 partner 的关系来彼此关怀。我们现在有2个关怀站是设在老人院里面，是一个是在新城，就是深远之家。是。那刚刚开始的时候，修女很。就说不行啊，执行长，等一下小孩子跑进来把我们的老人家给撞倒了，我就吃不完兜着走了。我说你就看看好了，结果小孩子一进来的时候呢，以前都是小孩子往楼上跑啊，因为那个关怀站是设在老人之家的楼上，这边一大堆老人坐在轮椅上面，就看到小孩子像洪水一样跑进来，但是你可以看到奇迹，小孩子看到老人的时候，每一个都很安静，
进来，阿公阿嬷好，然后他们走到那个楼梯的角落的时候，呜，又冲上去了。这个就是你看到老人跟小孩子的互动。更值得大家看到的说，因为这样子老人家活起来了。老人家看到小孩子四点还不来，哎，小孩子怎么还没有来啊，每个人都跑到那个门口看看小孩子来不来啊。他们活起来，因为他们看到好像看到自己的小孙儿一样。孩子跟老人之间的那种情感，跟生命真正的交流，还有彼此的温暖跟鼓励哦，这都在这个创意的服务方案里面，觉得非常棒。那么我另外还要再请教我们的神父啊，就是我们有组织了这个送毛毯到非洲去的这样的活动啊，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然后有一些孩子们听说他们回来反应啊，回馈让我们也深受感动，分享一下这一段哈。这个事情啊，对我来讲啊，我要感谢台湾啊，全国人民，虽然只是高中生去了，这个就已经代表全国人民的爱，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过，特别我们教会啊，有这样子的对非洲的那种主动要去到那边去帮助的当地的人，因为我们在台中啊发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人家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做梦啊？为什么你提出来大家都要说你在做梦？因为那些东西很难。你要去募大概10000条毛毯的，你要去哪里募啊？人家就觉得说这个可以做吗？所以说我看的，对我来讲，我看的是一份爱出现，一份爱。那不只是我们天主教的发动这个，我还记得说林东大学的这些大学生也加入了，就是佛教徒或是没有宗教背景的人全部投入在这个里面，我才说是台湾的爱出去了。我要感谢县长，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私底下在跟他讨论，哎，我们博爱基金会这边能够协助什么，这个东西大家讲完觉得说很难，我一直站着在那个难度的这个，因为说从台湾送到非洲，我怎么送去啊？那杜梦他说了，哎，彰化有彰化高中哦，有学生去那边回来，那个印象深刻，他们觉得说很感动。如果说我们跟着他们去完成这个，说不定对我们的学生有一些改善的一个地方。我记得说他们要出发的那一天之前，我有去跟他们开会。我还说不用担心，不要说哈，你们要出发要去非洲，你们的那个行李都是包了什么那个泡面面啦，面一箱一箱泡面带到非洲那边去，没关系，你们去，你们看他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就好了。不要以为说去那边啊，到处是艾滋病啊什么的，不一定逮起来。而我讲完了，我自己看那些高中生啊，有一点点回笑。结果去了回来啊，他们在分享的时候，他们流泪。为什么呢？有交新朋友。然后这些朋友都一直就是怀念他们，特别是有一个学生，他会告诉你说，站着在那边发橘子给他们吃。然后呢，哎，是决定一个人一颗，一个人一颗，一个人一颗就好了。可是他就会来啊，跟你要一颗，然后把它放在后面，再跟你要另外一颗。然后想说，哎，这个是会带给家人或是怎样？可是看到他们这么需要那些，在台湾不会觉得说是怎样啊，流丁啊，吃点干嘛闹要紧，对不？不会都是坑底要暖起来的。可是这里边就很重要。那我借这个机会啊，鼓励这个580的这个活动，如果说真的还在继续的话，我会希望说，不只是一致，常常有就会比较好了。在学校里面，就是鼓励学生的志工是能够参与。对，所以现在每年的这个7、8月的时候，是岭东科技大学的志工团到台北。
的那个站去服务。嗯嗯。然后是元月二月的话，就由实践大学的学生去服务。是。那他们去轮流回来的，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呀，对，所以这是生命直接的碰触到另外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们要说爱呢，如果不是以参与对方的生命，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去经验到自己生命多么的富足。然后看见别人的需要，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能够有一份心力，我想这对孩子们是非常宝贵生命的礼物啊！谢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到这里啊，要再休息一下，然后马上继续回来，要总结一下他们智慧的结晶，马上回来。回到生命相对论，在我们这一集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哦，我要特别再来请教一下欧执行长啊，就是有一个新闻事件是非常著名，在多年前吴亦华的事件啊，这个 case 呢非常复杂，最后是博爱基金会出面来沟通协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 case 带给你啊，以及带给全国有什么样新的视野好吗？吴亦华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是，但是呢，我们那时候在短短十天的里边要把它解决，因为巴西的外交部已经发出最后通牒说，吴亦华没有在14天里面回到巴西的话，我们在驻外巴西的3个管处全部要撤离。这里面最关键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哎，几乎都是等于是说，你怎么样能够被相信？我们博爱基金会怎么样被巴西的家庭相信，是是被这边的家庭相信，是是，那就是刚刚我讲的用爱，就跟他讲说吴亦华以后会有2个家庭，你们还可以互相，你们是亲戚，吴亦华可以从这边跑到那边，跑到这边，吴亦华有一天会变成巴西驻华大使也说不定，他们听得下去，是是是，但是在中间有很多的，当然是有很多的这种细节了。我那时候，哇！我说巴西的社会还是很沸腾的时候，一直在讲说，这些台湾来的都不是好人呐，啊，所以那时候台湾在那边的台商，人家就讲说，哎，你是台湾来的，他说他们都不说 no， 所以叫 Japanese， 他说我是日本人，因为那时候看到台湾人就好像要打的样子，是是是是，所以整个巴西的社会还是很沸腾。但是吴亦华已经回来了，他回来了，但是那个阿 Jim 跟我讲说，哎，神父啊，还是叫你神父，神父啊，能不能我们去，你安排一下我们去献花，这是我们台湾人的心意了。我就跟他阿 Jim 讲说，阿 Jim 啊，你真的太好了，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我就安排好，是，然后你们明天就去献花，我们还给你弄3盘大花啊。当天晚上我就跟巴西的这个媒体就跟他们讲说，明天我们的这个时候要去献花了。哇，第二天早上9点，所有的7个媒体都在那边照着，是是是，这些献花的人进来到他们的，到吴亦华妈妈过世的妈妈的坟上去献花的时候，我知道吴亦华的案子告一个段落，搞定了。整个巴西第二天的那个，那当天下午的那个，就是晚报啊，跟第二天的报纸全部一片祥和。哇，你看看人家台湾多好啊，什么什么，是是是，对啊，这个就是当时最感动的一件事情了。这是要高度的智慧啊。今天我们7年了，是。我们是每年还是去看2次，我去看吴亦华，但是得到台商很大的资源。是台商怎么样支援这个？就是吴亦华有时候需要这些衣服啦，各方面啦 ，computer 啦，什么东西，台商，我只要讲一句话，台商没有一个人讲说不行。巴西的台商真的是非常的好。到今天为止的话，他们真的是博爱服务团在那边服务老人，各方面都是这些事件的发挥了。是是，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我2004年的这个7月份，我就能够进入亚马逊河啊。是是，因为这样子，说这一段，那就亚马逊河进去的话，我们就设立了第12个关怀站，就是亚马逊关怀站，就开始帮助那边的
很多的原住民的小孩子，嗯哼哼哼，保健是跟所有的教育的问题，其实我们是能够帮助的不多了。不过我们只是把台商的这种捐献呢，我们只能够捐给他们，就好像说，哎，帮他们盖一间小教室啦，700块美金而已嘛，嗯哼哼，一个小教堂啦，1500块嘛，是，都是这种小小的东西了。但是台商运到进去的，好像说，雄狮的铅笔，是是，我们放进去的时候，这个铅这个飞机说不行啊， 太多了。但是我们说是给那边的小孩子，哦，那就无限，400多公斤全部上去。但是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了，就是说有我们看到很多奇迹了。但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孩子从肚子这么大有寄生虫，到第三年就看到都没有了。小孩子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是我们不会去想说他是哪一个国家的小孩子，他是属于哪里的，是是是，小孩子就是小孩子。这个问题就是要问到说，哎呀，很多人都要请教，哎，为什么我们国内好多人都需要帮助啊，那你们竟然帮到天边去了，那国内的人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应该很多人会问。因为我自己的家庭，我各方面，我们从我最简单的，从我在台东的时候，那时候60年代嘛，穿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照片都有。那时候谁来帮助我们？那时候是美国人、欧洲人、哪里的人，他们帮助我们。那时候他们帮助有没有讲说，哦，美国的还有很多印第安人还没有被帮助，干嘛要帮助台湾啦？那你这个想法就是说，最重要还是回到我们本宗教的本意了，就是宗教本来就是劝人为善的。今天我们博爱基金会也是一样，我们在帮助人家，不会问说你是信什么教的，我绝对不会去问，是是，你是哪一个种族的，嗯哼哼哼，也不会问，神父绝对不会问这个问题，就要让神父来答复一下。我刚才啊，我们盖雾峰天主堂的时候，我是去募款，曾经跟和尚募款，跟和尚募款3万块。哦，他给你3万块，对，然后会有一些不同宗教又进来了哈，人家按门铃，人家，哎，你是教友吗？不是，哎，我听说你们要盖教堂，我捐给你。我刚才因为想说，哎，真的爱是无国界的。不过巧克力神父，您已经以你自己的生命本身奉献到了其他的国家，奉献到台湾的这块土地上。我没有奉献到台湾，我在台湾是随喜，我自己来也是空手而来啊，我在这里。每一次有出去回去都是满载而归，就是有这么多的经验，我在教会再跟别人分享，我说要记得我们台湾人啊，真的要感恩，感恩，因为这边的生活那个品质就已经很高，不要再抱怨了。世界上啊，还有一些人从来没有看过铁路，铁路是什么东西，从来没有看过。要记得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妇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邮局呢，什么是银行，有这样子的人，那我们如果知道这样子，就不用再问说啊，为什么要去帮助国外的，因为还是有人比我们过得不好。我也觉得说，就希望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一个空间啊，去做这些爱心的动作呀。我只能这样讲，谢谢神父分享这个故事。我想有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是更坚定我们的信仰啊，也能够更激励我们去开展我们的创意跟智慧。但最重要，如果你成功了，那这是一个文化的大跃进，帮助我们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文化啊。好，那欧执行长请。这几年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是在除了基金会的工作以外，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 MBA 的课程，就会跟他们去分享所有我在做的，是是，没有别的，就是让他们去再去发散出去而已了，让更多的小孩子或者是弱势的人能够得到好的这种帮助啊，没有别的啦。我觉得除了这方面以外，在台湾的工作让我得到很大的快乐。在国外也是一样，我们在国外国内分享的这种快乐感是无限的。是，好，谢谢欧执行长的分享，也是让我们都听到了很重要的，就是如何能够让爱流动起来。尤其像刚刚欧执行长也提到那个送铅笔，我也觉得很有趣哦。本来已经买了没空了，但是呢，你们呢启发了人们的善意，
你告诉要送给那些偏远那些国外的需要的孩子，马上变成无限啊！这是真正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让好多的人心改变了，让人的心本来是刚硬的、僵硬的，能够柔软起来，而且呢，开展出他的善意啊，变成无限，这个是很美妙的。那么也提醒了我们助人呢，能够让生命更有力量。哦，就是最后我想这个是两位给我的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学习啊，谢谢两位精彩的分享和投身的展现，让我们有非常美的典范，我们也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